消防局打火英雄结合宋江阵势上阵，展现力与美的动作，还有创意宋江阵与传统宋江阵两方真功夫比拼，让现场气氛瞬间沸腾。 台湾最大的春天义阵盛会高雄内门宋江镇即将在月底登场。今年宋江镇活动内容相当丰富，包括夜间开幕的水舞烟火，还有创意宋江镇头大赛等等，连续一个礼拜给民众满满的艺术飨宴。针对4月4号儿童节，我们特别推出了让吸引小朋友来看一下儿童的宋江镇，那就是我们把高雄的一些吉祥物，包括高雄熊，然后我们高捷的吉祥物。 还有农业局的吉祥物，我们一起在宋江镇卡通的PK里头，让大家在儿童节那一天能够有一个很有趣的、很萌的一个表演。为了疏解活动期间交通堵塞问题，市府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，每半小时就有一班，也和周边旅馆民宿合作推出活动期间住宿优惠，邀请民众来一趟高雄内门，感受全台独有的传统文化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